古筝入门知识，古筝入门基本知识有古筝的选择。购买古筝时应该选择尽量有品牌、有知名度、有售后服务的一些厂家，这样对于我们的古筝品质和服务也是有保障的。古筝的构造，古筝基本的构造是筝首、前乐山、琴马、面板、琴穴、后乐山、穿旋孔、筝尾。古筝的摆放，古筝的琴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呢是连体式的琴架，一种是分体式的琴架。琴架摆放的时候要注意高低之分，高的一边要放置在前乐山的位置，低的一边要放在后乐山的位置。